一号局接手，准备就绪。二号局接手，准备就绪。喂，老大，怎么了？苏飞遇尸鬼，快撤！什么？你要干什么？各当注意，把球都放下！姓邹的一个王八蛋！等等，行动！李亚志，行程包围，尽量要活的。把钱拿回来，快拿回来！好，快点！把货收了，这儿拿了。钱快拿回来！我想派你去一趟中国内地。是去找万延斌吗？是也不是。什么意思？齐泰当年有一个合伙人，绰号博士，冰蓝的生产源头就掌握在这个人的手里。既然万延斌背着我们向倪坤供货，我们何不绕开他，直接同博士交易？我要让那个万延斌付出代价。以前没听您说过，我们早就该直接找他交易，还被万延斌这个王八蛋从中间赚了一笔，还不守承诺。我真想弄死他。货呢？钱。好说，上前。我们怎么办？反正丢的是他们的东西，咱们先撤。妈，怎么办？我们实在太忙了。可什么东西还在那儿？我去拿。静一点，撤。为什么会丢货？老大，钱我给拿回来了，反正损失的是万延斌那帮人。你们这群蠢猪，快到手的货被谁抢了都没弄明白，你还活着干什么？
金吉，你也坐。两位啊，现在我要你们把手里所有的事都先放下，集中精力帮我办好两件事。金吉，你的任务就是找齐天，逼他说出手里冰兰的配方。如果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什么渠道帮我查出博士是谁，我要他的下落。好的。我们已经连续失败两次了，算上邹飞宇那一次，不能再失败了。如果再失败，这行我们可以不用做了。我要是不呢？不，你试试。摔死小叶了。站住！